Oi, pô, muito aqui! Pacam! Pacam! 今天要介绍就是这个，Exedo 最终形态，最强无敌的 Exedo 变身，然后 Hyper Monkey Gashato 这边有写，你看还彩虹色的，噔噔噔噔，然后金闪闪，金闪闪，这边有漂亮彩虹色，然后金闪闪造型，然后上面有它多项可以使用的部分，然后。它的盒子依然就是像个游戏卡夹，它的大绿简介，哦，就是它盒封面，哎呀，倒了。然后呢，再来比对一下，看它的厚度大概跟上一个，Maximum 大概差不多厚的，不过高度就是明显差。然后再来就是它意外的拿起来超重的，超有质量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都不知道里面塞了什么东西，为什么这么重？这个这么重啊？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跟过去的比对看看，看的衍生，然后呢，就在刚刚我发现，当初的哆啦 A 梦那一套汉塔颜色比较重色一点，那这一次这个 Hyper Monkey 明显的就给它用了很金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比对色，那就这样子收集了全部 Exedo 的全部变身等级。刚刚发现这样好帅了，两百，看全部了，全部的脸。那我现在接下来开封，好，接下来打开，噔，八嘎，好近哦，不过这个意外的好深啊，好深啊，哇，好近，哇。有胶带，有胶带，胶带，胶带，撕掉，撕掉，胶带。哇！哇！出乎我意料的，哇！整个金色的。按钮的感觉，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为什么会固定啊？应该只是有点卡住的感觉。星星，星星后面是凹洞，原来前面这边是凸着的，看这边是凹洞，然后整个后面的，喇叭在这边，内部看得一清二楚，原来现在这，电池装在这边呢。我好想说电池放在哪里，这是它辨别系统的地方。打开了。我刚刚原来压着前面的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刚刚这样压着所以打不开。这里面金色，它这个金色做的实在是太棒了。这边是它的卡车，这里，按下去就，按下去就举起来，这边里面还有点那个一点点亮亮的金葱，真的太酷了！我看到大量的电线，那我们就来拔掉绝缘片。飞走了，拔掉绝缘片，然后我们先按按看。好大声，而且超帅的哦！这边有洞其实这边有洞，所以就直接从这边放声，然后喇叭也超大一个。患者的運命は俺が変える。是 M 的原声，他这边有讲，这边会有他的声音，可以单体多个声音。话说说明书呢？说明书，说明书，对，有说明书。都忘记有分析这种东西，太兴奋了。这边就他可以讲的台词，里面就有十种各种变身台词。那我们再继续试试。Hyper Monkey！ 原来过了一段时间，
重置，就一样会重置。患者的運命は俺が変える。変身、大変身、大大大変身、大大大大変身、大大大大大変身、大変身、マックス大変身、ハイパー大変身。哦，就是这一次的ハイパー大変身。那如果我现在直接按下去打开它会什么情况？哦，我直接按就会有那个声音。哦，嗯，哦，所以要装着下去之后才有差别。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腰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从 Maximum 恨心开始吧。好酷的音乐，OK， 这个整片金的感觉，这里有个整片金的三角形，然后这个、哦、像山一样的突出，太酷了！我们再来一次，哦，不好拔，直接拔就可以了。再一次。按到了，哈哈。患者的運命は俺が変える。大大大大大マックスハイパー大変身。超帅！然后这个时候里面其实还在偷亮，哇！然后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功能，那就是将这个按下去会有别的 M 的台词。这四周，然后接下来是他必杀技，阿力。哦，对，必杀技不是盖这个，必杀技是在按一次这个按钮。
おお。超強力プレイでクリアしてる。お、ハトが追いついるわ。俺の運命は俺が耐える。おお。お前の運命は俺が耐える。太酷了。拔掉之后，这边就会自动关掉。哦，太酷了。然后这个还蛮松的，就是一种很直接，就是。不过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这个下来的时候都会撞的好像挺大力的，这没问题吗？然后我刚刚还发现这样握其实意外还蛮好握的。太帅了！那我们现在再从头来一次，全部的变身。刚刚不想按太快，海发无敌器，患者的運命は俺が変える。超帅！然后我们最后来一个必杀技。哦，原来还有一个 QQ 可以发字，太酷了！哎呀呀，哦，要放这样。哦，居然是 Miss。Game clear。那、啊、太棒了，实在太酷了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喽。啊，拜哟，超酷的啦，最终形态。